96号主持人大兵带着自己的新书《他们最幸福》在京举办了发布会。当天，大兵的多年好友大鹏、叶世荣等人还纷纷到场帮忙宣传。大鹏还当场承诺要购买100本大兵的力作，令其十分感动。据了解，大兵十分热爱民谣音乐及背包旅行，工作之余不仅混迹西藏多年，还在丽江开过多年酒吧，是公认的丽江资深传奇人士。在这11年间，大兵一人一鼓卖唱行天涯，是部分文艺女青年心中履历奇特的男神。多年的旅行经历也变成了他写作的素材。如今过了而立之年的大兵还开始研究佛教文化和音乐。发布会当天，大兵就在现场演唱了一首佛教歌曲，令在场粉丝大开眼界。萨埵婆耶俱卢俱卢揭摩卢卢卢卢揭摩摩诃法舍耶利摩诃法舍耶利曼多拉跋舍耶利。东兴娱乐整理报道。